雪真的是很白啊。好多牛，好多牛哦。同志们，这里已经不是陆地了，这里已经是湖面上了。我们现在的车就开在湖面上。我操！为了拍这个视频，我是拼命了。我们现在在湖面上，就是我夏天拍的那个 Seven Lake， 我们来野营的那个湖面之上。啊，同志们，我们今天来冰钓。冬天有30厘米厚的冰啊，同志们，都可以直接在冰面上、湖面上降飞机。他们有钻，我们有，我们自己带了钻头。动的还是手动的？气啊，还是气的。所以就是自动的，不用。我们在这儿吧。好呀，可以。那边树的那个地方就是河岸。艾迪，你好了吗？有东西，哎，这个打上来。赶紧的啊！哎呦！我前面看到有一块冰，那个地方它好像裂开来了，它挤压了之后裂开来了。这是冰面上的一条裂缝，我们现在就在 Sylvan Lake 上面，就在湖面上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今天阳光很好，好舒服啊！哇，雪上摩托，哇，贼帅，太帅了！所以这个红色的就是钻头，然后上面是那个带动它的马达，然后啪就往底下就可以，在湖面上就可以打洞了，哇！天哪，这个东西400多刀，不错不错，搞一个。然后我外面就是一件那个，啊，这个都不是羽绒服，这只是棉服，里边基本上就是一件 T 恤，就件很薄的 T 恤，就这样。根本就没到底啊。到了那么长时间，哇，这个厚度至少要超过30厘米啊，现在我觉得这个冰层可能要有半米厚。好了，钻透了。
钻透了，钻透了。捞鱼用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钻开两个窟窿了，在冰上面。到时候我们把那个好，让他们一起踢下去。就是到时候我们把帐篷就放在这个上面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慢慢钓了。然后吃火锅了呀！哦，然后火锅泡面就可以烧起来了，哇！人生第一次这样的感觉，在冰面上，待会儿钓鱼吃火锅，哇，太爽了！想一想就是不一样的体验。现在我们把旁边的冰面都给剔除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冰啊，下面这个冰有多厚啊？这个至少30厘米，我觉得甚至更厚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帐篷移到我们的打的那个两个洞上面去了。好，然后小朋友们在里边。往那边。往这边。哦，你用那个手机拍的时候，它其实下面很绿的，很清楚的。你看。再拉一点。对啊，很清楚。就能看到很清楚的。往这边。好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帐篷在这儿一放之后。下面会看得很清楚，这绿色的两个洞口，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那儿。你当然可以看了，看看。这个。哎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踩棍棍了，踩在你棍棍